梁國雄議員是否仍然在會議廳？由於剛才我是按照議事規則已經命令梁國雄議員立即離開會議廳，梁國雄議員呢是不願離開。規程問題，我想議員，我想你解釋同公眾解釋點解我哋呢邊呢，嗱，我哋淨係見到梁國雄議員企起身啫，而你呢就係講咗梁國雄議員五個字，點解發生啲咁嘅事就足以構成保安同事要埋去請佢離開會議廳呢？根據議事規則，嚟嘅時候你嗌咗一次梁國雄議員，我就糾正咗問你咩事啊？如果嗰次一嗌梁國雄議員，我就要出去，已經出咗去啦。你都警告過我啦，之後咁我一企起身嘅時候，你又趕我出去，呢個係極行為極之不檢點啊！企起身行嚟行去嘅議員，梁國雄議員請你坐低，你唔可以隨隨便便噶嘛！我次次你趕我出去，我走噶，我今次就唔走。梁國雄議員請你坐低。喂，你有心麼？唔關我事。我係已經做咗一個裁決，係認為梁國雄議員咧剛才行為極不檢點。如果有議員唔明白，我是可以解釋的，但是我無意在這個會議上面再就這個問題去糾纏下去。由於梁國雄議員，我是反對你這樣的處置，否則呢你任何時間只是叫那個議員的名字，個議員站起身，你就構成可以趕他離開會議廳。何秀蘭議員，那你的權力真的太濫了。何秀蘭議員，那你用不用趕我離開？你叫了我兩次。各位議員、行政長官、各位議員，而家咁樣嘅情況咧，會議係唔可能繼續落去嘅。呢個係好可惜嘅事幹。但係咧，我哋原定嘅時間咧，亦都已經係過咗好多啦。鑑於現在嗰個處境咧，我現在唯有宣布休會。請大家保持站立。行政長官離開會議廳。行政長官，現在休會。